すみません、迟到了レッグは睡眠。迟到了，我还没整理头发。晚安。好，镜像 ，OK。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直都是镜像。晚安，晚安。我也不懂为什么又是镜像呢？我每次关播，我记得我上次关播前改成原本的那个样子。晚安，大家晚安，初一快乐，很想你们。关于晚安，妖魔里晚安，顾家晚安，还以为是全红的哦。对吼，今天是初一吗？还是初二？忘记了。哎呀，是昨。昨天初一还是今天初一？今天初一。辣椒处理的如何？哎，我跟你们说，我只用一块一条，变得超级辣，真的快受不了。大家晚安，床上晚安。今天是初一，好哦。然后我现在小拇指跟无名指很痛，可能就是刚刚摸到辣椒的关系。比利兄晚安，昨天除夕，今天初一。好的，新年快乐。你刚刚买辣椒就是为了做那个啊，今天做那个料理，可是没有单卖，只有一包的，所以我就只能买那么多，直接加一条，就是切一块。真的很辣，把那些辣椒丢到卡妹，卡妹不吃，因为里面有香肠啊，不是香肠，香菜。前段时间从失业潮摸到痛也太辣，真的。李冠晚安，小心不要摸眼睛，没关系，只有这两个而已。我今天戴隐形眼镜的时候超害怕，对，还好我没有摸到这里。不能不辣，对呀、啊。今天有吗？应该还好吧。只有卖一包，有香菜也不错。香菜啊，香菜。Kitty 晚安，谢谢乔纳森的好。我好想赢。眼睛没事就好，眼睛没事啊，怎么了？勇哥晚安。初次见面吗？谢谢旅馆的一封信。有用没有就用香菜。哎哟，ゆかちゃん愛してるよ、ありがとう。夜兔晚安，大家晚安。阿婆晚安，今天人好多，是因为大家过年没事做吗？卡妹没吃啊。卡妹的话，我今天另外帮她做咖喱，她说因为她想吃咖喱。圣诞题哦，今天六点的时候交的，六点的时候交稿，希望可以。你真的是第一次来看我吗？可是我有看过你。所以是在别台看过你吗？谢谢玉安的红包，谢谢。初一早上刚去扫墓回来，等一下现在。其实我今天我待半天的时间想那个创作理念，就是要如何介绍这件 T 恤。我来抢红包，大家都关在房间躲亲戚。对啊，你们现在都在老家吗？还可以让卡妹点菜，所以早上六点才睡。没有，2月1号晚上6点，所以2个小时前。
そうかもしれない DD だから。あ、じゃあ誰のとこで見たんだろう。そう、よく見る名前だよ。なんかてっきり自分のライブ配信の時に見たことあるのかなと思ったけど違うんだ。又开始送告白气球，哎、欸，真的很痛。我刚刚洗手都没办法，还是很痛哎、欸，怎么办？擦一下，好的。可能刚刚做一下东西，哎呀，有擦吗？今天看新闻，看到卢卡很孤单，就来陪卢卡了。宏伟晚安。我在老家，还要写创作理念。对，在平常的家里，明天亲戚会来，还以为是早上，原来刚睡醒。虽然我昨天熬夜，没有今天疫情关系不回去。泡一下牛奶，牛奶哦，哦，我们家好像有牛奶。ルカちゃん、開きました。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用冰块冰敷。サニー晚安。擦一擦ルカ变正了。原来真的有擦。好，不好意思，我这几天开播每次都没有整理头发，然后就直接开。本来就这，谢谢。秋日红晚安。よし、いいかな、差不多了。嘿嘿。对，我刚刚擦这个凡士林，不知道有没有用，因为真的很痛。啊，リカちゃんの配信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かもね。痛い。ルカ夹刘海变成斗鸡眼，什么意思？什么是斗鸡眼？这样吗？嗯。我平常也没特别注意ルカ的刘海。嗨，新年快乐！你有跟怡真拜年吗？没有哎、欸。什么是拜年？跟他说新年快乐吗？好像还没有。斗鸡眼，谢谢 Kira 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新年快乐，ハゼさん新年快乐，ルカ新年快乐，柯基吗？新年快乐。对啊，就是那样，两只眼睛都要看中间的意思。哎，待って、余計に痛くなってきた。怎么办？我现在全部都痛，变痛了。说新年快乐，然后送礼盒，就是跟别人要红包。哎，没办法，我要跟丽卡要红包。奇怪，怎么会这样？谢谢重盛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柯江带我去流浪。哎，话说丽卡说，那个后面的那个纸条，他现在把那张图放在他的船后。啊，谢谢 YS 给我小心一点。有力没个？怎么会痛？哎、欸，我刚不是有讲吗？还是他送同学了吗？啊，这个他就没有说。他说等他变跟同学很熟的时候再送。谢谢青云送我爱的胡宝，谢谢。对，好可爱哟、喔。谢谢 YU 送我 Mika 找亮点。我前面没听得好，因为我今天做饭然后切辣椒，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小拇指很痛，然后我一直洗手，现在是越来越就是现在痛的不止小拇指，这边也无名指也痛，然后中指也痛。这是什么假老虎？微露晚安。待って、痛い。だんだん痛くなってきた。怎么办？真的越来越痛了。好痛啊！
有泡水过吗？没有哎、欸。可是我有洗手，是不是洗手没有用？辣的成分扩散，我也觉得。大牌迎来的前倾的假老虎。晚安，欢迎战士。泡牛奶哦，手上有伤口没有？没有伤口。谢谢强纳伸手甜蜜爱心。刺痛，对，就是辣椒的，摸到辣椒的时候会痛，会不会痒？用肥皂会好一点，就是我刚刚用肥皂洗一洗，结果还是痛。泡牛奶好像真的有用，还是我现在去泡牛奶。谢谢北极熊送我粉色香槟，转一转，舔一舔，泡一泡，泡一泡就不会痛。好，那我去泡牛奶。大家等我一下下哦。回来了，哎呦，怎么了？怎么了？哦，谢谢陆克送爱的福报，笑死！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送？这种我不确定能不能要。怎么老是空？谢谢陆克再送我一只爱的熊抱，谢谢。哎，这是你一送我就跑出去，还是我不在的时候你故意送？好，泡一泡。哎呀，一月过了，现在不是你的月，不要送。等一下，现在是谁送我的？这是谁送我的？谢谢，不挡不到送我爱的福报，谢谢。这个特效真的好可爱、啊、不然要送时间，哎、欸，不然要哪个时间送？当然是我在的时候。我想开更好的。今天会唱歌吗？不会。但下次会，2月、3月、4月应该会。没我一送，刚好跑走，他故意搞你。牛奶你要怎么处理？等等就倒掉啊！不是要玩晶晶的福袋吗？那是什么东东？好想喝牛奶。大家来拼个火箭吧！不行，一开的时候送火箭才红包才对。好像有好一点呢、欸，现在没那么痛。我不要喝，我才不要喝。给碰奖喝不行，碰奖喉咙会刺痛。泡完碰奖喝，哎、欸，好像真的有好一点。不要倒数了，倒数送枫叶吗？谢谢陆克的行李箱，谢谢送我好想赢。终于到家，刚刚去唐吉买了一颗600元的草莓。干嘛买那么贵的草莓？是一颗600。那草莓到底多大？跟苹果一样大吗？还是就这么小颗的？600元呢？不是一盒600，是一颗600。我可以试试看附带有没有火箭。我也可以玩吗？附带？在哪边可以玩的？没人要喝的话，我喝，我给你喝、啊。趴下。
吃一口就100。对啊，超可怕的，很大颗，跟奇异果一样，还是很贵。大概跟你脸颊不多。它其实是苹果化成草莓，要5200哦，那就不要。好贵哟，现在有这个东西。谢谢圣元送爱的福报，谢谢送金福气包，是这个吗？昨天要跟我家人去弹琴买 Q币 是什么？ Q币 吗？ Q币 没奶汁吗？好像真的有好一点。夜玫瑰什么意思？没抽到吗？可以开火柜啊，火箭，谢谢送我爱的福报。再泡一段时间哦，原来要一直泡。谢谢笑笑送我闪光星星。对，就反正我今天做那个打抛猪肉的时候，就是加辣椒嘛，然后炒一炒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味道好像有点不太妙，就是很想咳嗽的那种味道。对，应该是辣椒的关系，可能会开到3000多浪花的东西。呼，那你目前抽到的都是3000以上的吗？我来哦，谢谢那个送我金色恋上你的味道，对，呛鼻的味道。然后卡妹在外面等我做饭，她就跟我说你怎么这么臭。她说她一直丢鼻涕，丢鼻涕，一直都咳嗽。恭喜雷军，雷军非洲人。我刚丢红富包就开到999的，呜，哎，有红包哎，哇，哎，是当红小时榜，不是那个潜力小时榜，哇，有红包，恋上辣椒的味道，我就说我非洲人，所以刚刚的爱上你的味道就是3000块的。3000浪花的礼物吗？这么简单就上班吗？有这么简单吗？谢谢圣元的爱的福报，我相信一定大家都送爱的福报，所以才会进榜。谢谢 C 卡带我去流浪，而且是粉色的啊，红富气包，红包もらってませんよ誰からも。ファンの人に。蘭花的紅包もらったぐらい。蘭ライブの紅包しかもらってない。好刺激哦。嗯，虽然还是有点痛，但是比刚刚好很多了。看来大家在2月第一天要把卢卡送上新冠。不用那么夸张的。欸，真的。当新冠，那这个念字怎么念？尖峰吗？当新冠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礼物，没钱，没关系，我也没钱。谢谢陆克的粉色香槟，谢谢，谢谢陆克带我去流浪。ワンちゃんは今日も泣いてます。看看上个月多少才新冠，耶、yeah, 红包，温家喵喵，哎呀，不知道明天附近的超市有没有开？对，我已经把我们家里的生肉，猪肉、鸡肉都用完了，
台妹有没有陪碰讲？她今天一整天都在看那个影片，都没有陪碰讲。谢谢北极熊带我去流浪。我跟凯妹今天，我今天两点半起床，凯妹今天3点半起床。应该有开吧，大卖场应该有开，希望有开，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卖我想要的东西就对了。谢谢乔纳森带我去流浪。还是有点。凯妹今天都在看那个礼拜三的 Downtown。谢谢强诶盛元送我爱的福报，谢谢。看来运气都用完了，不含福袋，谢谢啊，福袋感，谢谢陆克，希望你刮刮乐会中。你也没想到半没给薪水，辛苦了，很会开。谢谢建国送我爆竹，谢谢附送枫叶，谢谢 Ricky 的爆竹。你念福报的时候好可爱，福报。我有念错吗？附带的幸福，附带哦，不是幸福的福。好，附带。我把从我朋友那边赢来的钱花完了，看来我不适合玩，需要勇气。因为新年，所以礼物送这么多，这个就要问他们。说到刮刮乐，我昨天出门玩刮刮乐，刮到一台车，物理。乖乖的太浪费了，送路卡比较值得。是你的车挂到别人的车吗？不是，是因为路卡开台才送我这么多，送礼物开心。虎豹啊，对吼，老虎，所以是虎豹。我刚刚一直说虎豹，还是虎豹？我一直讲错。路卡这台送礼没有再分今天什么日子，对。没错，有时候是粉丝的生日。哎呀，听起来是卢卡很少在玩刮刮乐吗？很少，就只有啊，我会玩那个麦当劳的刮刮乐，麦当劳 APP 刮刮乐，就是可以拿到钱的那种刮刮乐的话，我差不多只有一年玩一次，因为我运气没那么好。我去年输了，我去年好像没有赚回来。都敢想互报也是不可，也不是不可以，互报可以。对，不是刮刮乐中奖，是我刮到别人的车，还有是亲戚的。今天送你的不是今天生日吗？假装没看到，好，嘘嘘。都是因为粉丝生日送的。二月生日总算可以开始表演。可是二月生日的好像只有那几个。妈妈回日本，所以 Luca 讲负责家人的三餐。没错，我负责做我跟我妹的晚餐。我都是用人送刮刮乐才玩。哎呀，红包被抢光光。我只知道哭腔二月生日，还是不久前截止的那个刮刮乐比较好玩。晚安，卢卡，晚安。今年刮刮乐还是亏，没办法，财富自由。总算压力就没这么大。除了哭腔还有谁呀？二月生日的站出来。二月生日的有谁呢？谢谢海瑞莎送我新春灯笼，没人敢，对啊，没人敢承认，没事的，没事的。恭喜卢卡上新闻，谢谢。差不多泡完了，我还惊醒我妈，把我生在医院，还有盛元雷军跟我一起负担。啊，分担感，每次中奖继续换刮刮乐，然后就没了。现在生日太可怕，对啊，大家都太可怕。
不是石油丸的甜甜圈会害怕，所以你们也不能这样。哎呀，谢谢博成带我去流浪。小迪跟林杰是二月生日，他们不是甜甜圈呢、啊。手还会痛，有一点点。卢卡上什么新闻？《自由时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什么700万？我也很害怕。啊，你说我的总版吗？总浪花是不是超过700？先生，米卡，米卡，找亮点！哇，刚破700，这么快！哎，很开心哎，两年可以破700，对呀、啊，好开心！太厉害了，卢卡！对，感谢你们，都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找什么亮点？700太强了，抱歉，我其实是13月生日，666677777，哎呀，话说你们过年都怎么过啊？我不知道台湾人都怎么过年。昨天有守岁吗？昨天就是跟平常过的一样，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也没有吃什么年菜，就是我自己做的菜。我吃我自己做的菜，我也要挑战一下破20000，加油！新闻写出卢卡出差，嘘，卢卡晚安，新年快乐，厉害了我的小偶像，草莓酱晚安，草莓酱生日快乐哦！我上次忘记讲。卢卡平常都很晚睡，就因为前天是因为我在做生日题的东西，每天都在守岁。国内回老家，不过我没有回去。谢谢大老闪说新年快乐，还有一岁时吗？啊，我怎么一个月就总本6了？我上个月到底做了什么？很厉害耶，一个月就，哇哦！小时候过年会看到很多亲戚很开心，现在一个都不想看到。对，我好久没有去找亲戚，那就是有守岁的意思。回家被家人念，家人都念你什么？哎，你到底什么时候要结婚呐、啊？这样吗？没红包谁想看亲戚？哦，有红包，太露山的红包，谢谢。那你和我黑就知道呢。啊，明後日節分があるぐらいだよね。除了回老家外，其他都跟平常一样。长大后要躲亲戚。所以你们都是去老家，你们都睡在哪里呀、啊？不太可能那么多人睡在同个地方，对不对？差不多。亲戚会一直问什么时候要交女朋友，什么时候要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哎，辛苦了，辛苦了。对，男生感觉常常会被问这件问题。我女朋友现在在直播。老家房间很多啊。いつもと変わらない日常を過ごしております。私もです。睡在地上。そう。みんな昨日はね、台湾メンバーとかすごい豪華な料理バーって並べてたけど、私もいつも通りの食卓だったから。写真載せなかった。昨日の料理はネギ塩鶏焼肉です。頑張って作ったんだけどね、やっぱり他の子たちの年菜見ると、あ、美味しそうだなって思って、今載せるのは絶対違うなって思ったの。如果我就拿卢卡的照片给他看。其实也可以啦，如果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我
的亲戚怎么一直问这个问题？圆滚滚晚安。亲戚家的沙发特别好睡，进了就当天来回。待越短越好。被问这些问题，我一律回，反正比你儿子快。看得很饿吗？还是说自己是 gay 以后就不用问，不会被问？而且现在有高铁来回，算方便很多。我也是被问什么时候结婚，我都直接把单据送给他们说，我还在学。说自己是 gay 的话，整个过年话题都在自己身上。我还拿直播片，阿伯我在打私讯电话。可以，我现在可以给亲你的亲戚看。嘿，宝贝，你现在在回老家吗？你好，宝贝的，宝贝的叔叔，你好，我叫宫田刘佳。我叫宫田刘佳，请多指教。希望有机会可以去你的老家，他的老家。豪華な料理とか正月より調子が大事なのかな。どうなんだろうね。でもみんなね、大晦日何してるかって言ったらやっぱり豪華な料理食べるぐらいじゃない？それと家族と会うこと。如果亲戚要我明年带卢卡回家怎么办？明年可以跟他说我们分手了。或是说哦，我换女朋友了。演一下，其实我是 gay 追女偶像，只是演乌坦港。为什么你女朋友都在跟猫讲话？那么多难过的给我你弟怎么会送锅盖料理？豪华料理，明年的事明年再说。对，卢卡，我妈跟你打招呼啊，你好，你好。我叫宫田优佳，妈妈你好。等一下，太突然了，我还没开喇叭。记得到时候把画面往左滑。还好我爱录影，真的录起来就可以撑好几年，好几年。我女朋友有点做作，不好意思。我妈真的相信。这个女生可以吗？我妈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我舅舅要发红包给你，你秀一下账号。然后他说你那边是不是收讯不好？每天拿不同成员的画面，你感觉很有经验。哪有？ Steven 晚安。你女朋友显然还没成年，可以帮我录一个我爸讲的版本吗？奶奶你好，我是宫田刘佳，我是他的女朋友。你好你好，有点害羞，有点害羞。希望我虽然今年因为疫情关系我没办法去你那边，没办法去他们家，但是希望明年就可以去他的老家。我到底在干嘛？直接叫妈妈，今年必须结婚。上午特工晚安，我妈说你明天可以来家里吃饭。哇，别叫我不要被，不要骗。如果可以给一下我们啾啾你吗？我妈问我你的女朋友可以把鼻子上的胶带撕掉，不要。可是明天初二，我们要明天带他去找你怎么办呢？你说现在疫情我不能出门，我阿妈说你太瘦了。妈妈回日本居然上报纸，对啊，有点像猫天。还是我找一下，很像女朋友的风格特效。嘿哟，妈妈你好，我叫宫田刘佳，呼呼。我是你儿子的女朋友，耶、yeah! ！
我阿嬷说想要看清楚一点，要找本人的就跟他说女朋友回日本过年了，没办法。呼呼，还是用这个。Hey, what's up?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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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欸，话说我昨天真的去查那个单字，对，所以真的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原本想的，就是厉害的意思，跟什么，跟 cool, C O O L, cool 一样的意思，就。我妈会说你女朋友怎么能怪怪的，这个阿嬷可能不行，你干嘛要提？对，我不是说我要跟你们讲，就是真正的意思，对，就是厉害的意思，对。然后我上次说 rapper 不是 rapper， 是 hip hop 界的，就是 Justin Bieber 啊，他们常常用的那，对。我目前没有讲那个单字，只是我相信你们知道那个，对，这才是真正的意思。嗯，另外一个不算意思，对，另外一个不是意思，就是网站的名称。然后我昨天真的直接问卡妹说，你一听到这个单字你会想到什么，然后他就直接一个比，然后卡妹就直接比一个 pose。 我知道的也是很酷的那个意思，对啊，所以卡妹也跟我想一样啊，她直接比 pose。 Luca 等一下还没11点，我没有讲 我目前没有讲那个单字的意思，网站的名称我还没讲，正常人都不会知道另外一个意思啊，对啊，所以卡妹呛你们说你的粉丝怪怪的。Luca 知道谁先讲这个词吗？有点忘记了，好像是 Leg 吗？卡妹没看过，卡妹最好有看过，我就不知道啊。呼，对啊，到底是谁提的？主播，我们可以换话题吗？为什么？你是不是被骗过？你的粉丝怪怪，对，卡妹呛，你的粉丝怎么那么怪？我是我朋友被骗，我才知道。我真的吓到，原来真的有人会被骗。好了，念反了，我查了才知道好吗？我是两个意思都不知道。对，就是知道其中一个意思，就是 hip hop 界常常用的。谢谢武士汉送我 Mika 走亮点，我一直以为是很酷的意思，就是很酷的意思啊，就是很酷的意思。这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是有人昨天跟我说，就算你们被骗不会在这边讲，因为太丢脸了。我说好像也对，所以你们可以如果有故事的话，你们可以说这是我朋友讲的，都是甜甜圈带坏我，我也是原本不知道的那个。我也不是，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真的会被骗呢？还不懂。对，听说他们有些直播主说，跟你们说，你们今天就是送我很多礼物的，可以跟我去，可以给你我的 LINE 啊，或是可以跟你去约会哦，这样。然后不管送，你们不就是有，然后不管送了很多很多，那个直播主一直都不会给你，那不会给你出去。现在是我朋友等于自己吗？没有没有，就算是你自己的，我都会觉得都是你朋友。对，还有人贴文章给我，你有去看吗？的确都是我朋友讲的。骗我花最多钱的女生是你，所以不用担心。可是我没有骗你们呢。
先承认你朋友就是你自己。对，入烂一群，那种八成都是骗人。如果可以跟我约会吗？要多少？我也被一个女生骗了300,000兰花。我没骗你，是你送我的。我们也有没有 Luca 的LINE群， Luca 能不能嫁？那所以大家不能被骗哦，绝对不能被骗。 Luca 骗人说好的 LINE 群呢？对，我连 LINE 群都没有，然后也没有，从来没有跟你们一起去过约会，对不对？一对一的约会。妈妈说不要相信漂亮的女孩子，对，不能相信，骗到原价火箭。那是你被烂公司骗的。不是我骗你的哦，被骗不如丢给卢卡。嗯，人家那个赖群回话的也不是主播，是男的。这个就有可能，原来之前有约会活动，可是那不是一对一。怪物の見たさでデートしてみたい。そう、なんかさ、最近台湾のインスタグラムとか SNS でその変なアカウントがいっぱいあって、私の動画を見たかったら私にメッセージ送ってねみたいな。ちょっとそっち系のアカウントでね。で、実際にメッセージ送ったら URL が送られてくるんだって。で、まあそれはまあ大体がそのまあライブ配信のサイトなんだけど、でも そっち系のライブ配信ね。で、それでお金いくらくれたら私とデートできるよみたいな。でそのね、そういうのに騙されていくら課金してもいつまでたってもデートができなくて、気づいたら何十万もその子に払ってたみたいな。怖いですね。ルカ骗我说好的线下约会，你跟男的诈骗集团在聊天。第二礼物可以加入没有ルカの LINE 群。そう、怖いおさん出てくるのかもね。そう、だからプレゼントいっぱいくれたら私の LINE 教えてあげるよって言って、実際教えてもらってもその子本人のじゃなくて怖いおさんの LINE だったりみたいな。握手只能约会七秒钟，群里都是一堆耳男。握手一对一不算吗？不算呐。欸，我跟你们说，我现在讲的那个约会不是一对一出去的那个约会，就是你们应该懂我意思吧。我有一个男生朋友之前就在做那种直播组的小编，做到后来他都怀疑自己是哦。哇，是因为一直都跟他跟男生聊，甜甜的话题是不是？太难听完后有什么分享给我们的吗？每天都要聊那些男生，超可怕的。握手会延期，我是不是被骗？就是那种约，对，就是那种约，某种意思的约会，没错 ，Fridays。怎么可能是正常的？我不知道，有人说不是正常的约会。桜に気をつけて、桜に会いません。桜，对，这时候的桜的意思就是，等等，なんていうんだっけ？对，这时候的桜不是樱花的桜，就是骗你的女人，就是桜。我以为是看电影逛书店那种约会，不是啊，最好是。如果单纯就是那种约会，谁会丢给他那么多礼物？好难的日语，那去看天竺鼠车的展览也算是约会吗？那你想跟他一起去看天竺鼠车，你会送他送那个？该怎么讲呢？因为通常那种被骗的都是被骗10万、20万、30万的那种。如果你真的单纯想跟那个直播主想看天竺鼠车展览，
你会送他那么多钱吗？一起去跑步，请不要说不。恋爱骗子。那我们花了多少？嗯，因为平常没有其他人跟我点点点。如果真的想的话，也应该不是去那，该怎么？应该也会挑人吧。有钱的话是可以。我犯 TP 到现在应该也是花的差不多。如果是跟卢卡去看天主所车展，我可以送我火箭就可以去一起去看天主所车，然后就一起一直都没办法跟我去天主，跟我去看天主所车，要看天主所车车速多快，那种对我来说就心意满足。真的吗？我处置一下，不行不行，这种就是配。真的都是被骗的，骗人的，不能相信，不能相信。完蛋了，我怀疑你们是不是想跟卢卡正常约会。对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不要倒数了，我刚刚的就是骗人的，原来卢卡要骗人。原来卢卡都是骗人的，卢卡果然骗人。谢谢呼呼妈送我告白气球，刚刚的送火箭就去一起去看展览，那个就是骗人的。去了才发现是卡妹，难怪我很容易在路上被填问卷，明天新闻头条有了。ねえでもねえ、なんで騙されちゃうんだろうね。でも、我还是不太懂为什么有人真的会被骗。通るかな、桜の中国語。哦，なるほど。可是我还是，就算有人帮我解释，我还是不太懂为什么有人真的会被骗。难道那个直播主真的有那么多魅力吗？对呀、不觉得吗？被骗跟心甘情愿是不一样，就一时被爱情，我觉得那不是爱情，对，那不算爱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要送火箭啊，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都很爱我。因为男生很容易晕，晕船太严重，有人很寂寞啊。再晕吧，就跟之前的我一样。哦，是这样吗？等你爱上就知道。对啊，那是好色。卢卡强大，红包可以送卢卡爆竹。嗯，因为爱情身体才被骗，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对啊，这个不算爱情吧，对不对？只要感性战胜了理性就没救。不同浪客要的不一样，还好我都很理性。对，没关系，大家，我在这边不会骗你，不会骗你们的，就是，不行的事情就是不行。这不是爱，那不是什么爱情的，你们送我礼物，这算是爱情的力量。可是那种就是送很奇奇怪怪的直播主送的礼物，不算是爱情吧？爱的桜といえば桜組，理性派。对啊，不是爱情，是我也觉得。可是，其实也蛮厉害的。就是为了一个女生想去约会
可以付那么多钱？谢谢各位家长，我好想赢。就是如果是正常人的话，想一想一定会。一定会知道那个都是被骗的，那个都是骗，不是真的。谁是奇奇怪怪的直播主？不是我啊，我没有看过那种直播。在这里唱卢卡迪不是爱情，对，没错。现在不是在讲烂 live 的，对。不是跟烂完全没有关系，只要有一丝希望。那粉丝开台送礼，粉丝礼物代表什么？我不知道。像这么的爱情让我不能，就太想约会。为了跟那个直播主想去约会，然后就付30万、40万。哇哦！卢卡觉得这跟去酒店晕船的情况一样吗？有一点点，就太想约会，情不自禁就所以就被骗了，被邻居说了，我要检讨，都没人跟我去看电影、逛书店，嗯。有钱人的生活是这么朴实无华，你不懂想约会的力量。对，我是无法理解，是因为我是女生吗？我真的完全，对。酒店不太算，酒店至少还可以见到人。哦，对对对对，是没错。像这样的爱情让我苦恼，总一个人又哭又笑。通常能丢出这么多钱。30到40万对他来说也还是，没有时候那个人不一定有那么多钱，就是想说他可能觉得想要多给10万还不能跟他去约会，那就给他20万。哦，我快没钱了，我要给你30万。哦，还是不行，是不是我钱太少？给40万。对，他本人不是很有钱的人。还是来穿一个组织叫约会力量。我朋友月薪才25K， 他把对啊对啊，就是有这种人啊，真的。男生比较理解这个感觉，对，所以想到你们可能可以理解，但是我干奶嘛，就是难怪我们要自救会的群组，不是恋爱，不是谈恋爱，是对不起，因为可能从后面来看我直播的人不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但我不太想讲，我不太想解释那么仔细。对，我现在讲的跟烂直播组完全没有关系，然后跟谈恋爱也没有关系，完全没关系。然后钱不过还跟朋友借钱，哇！借款也要抖内，那就是他完全认清现实。我朋友跟我借10万被我骂，就是为了想跟那个直播族去约会。哎呀，糟糕！我看 TP 钱也是越来越少，所以到底要丢多少才能约卢卡去看车展？没办法啊，不管你送我小帝王这帝王镇火箭，我没办法跟你去约会。那换话题好了，没关系，不用解释，但我不太想讲。对，对，就是有看上次的直播的人才知道我现在到底在讲什么。Luka 结婚会撒豆子？会。其实我原本就是我等等再讲这件事情好了。结婚，圣元可以借我10万吗？你
君不要被骗的星星。那可以借我十万吗？台湾は正月何日まで休みなの？来週の日曜まで休み。第一晚安，原来不行吗？我也遇过有人跟我借钱要买偶像周边的，路卡丢我。可是宫田家谁要当鬼？猜拳决定吧。嗯。YT 寻找雷军直播，对，补档的好陪伴。没错。对呀、啊，那卢卡要十万，好好不要还我。不行的，不行，我可以借卢卡，不对，给都可以。原来都是烟卷搞的鬼。嗯，可惜よね。なんで騙されちゃうんでしょうね。嗯，そう、ゆっくりできそう。本当に、何もすることない。多分。でも今日はちょっと忙しかったけど、明日からは本当に自分のやりたいことできる。今天的数字是多少？是秘密的，不行。人は信じたいものを信じるらしい。ああ、まあそうだね。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ね。不小心一下，不行啦よ。デートしたいから信じちゃう。いや、あのね、そのさっき私デートって言ったんだけど、たぶんあのデートって言ってもそういうデートじゃなくて、そのそのね、心と心のデートじゃなくて、わかります？そう、心じゃなくて心の反対の意味。そういうね、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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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のデートね、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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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かった。お、大人って言葉いいね、本当に。そう、何でもかんでもね。了解、明天同一時間請持續鎖定。好了、大家不要太高調。我身份的第一个字也是一，是哦。这几句好就好，我之后再整理出来。啊，不是一啊，没关系。哎，话说卡妹的身份证字号啊，卡妹的居留证字号现在全部都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所以我。今年差不多七月的时候要更新居留证，然后好像我的号码也全部都变，它可以永久居留，不是？就是呢，原本你们的居留证是第一个字是英文，对不对？谢谢冠云送我。相拼，然后第二个字是女生是二，男生是一，对，这样吧。对，你们的身份证，对对对对对。可是我们外国人的原本是第一个字是英文，是一，跟你们一样，但是第二个字也是英文，对。可是后来台湾政府规定。我们外国人的居留证号也统一改成一或二，嗯，所以，对，是从今年开始，所以我今年如果更新居留证号码，也全部都变，完全不一样的号码，嗯，所以刚刚陆凯见我是一，意思是天生都是三开头，有三开头的吗？对，新的规定了，可是很麻烦。现在这样的话，健保啊、邮局、银行、护照，不是护照不用，车证，那个叫什么？驾照啊，什么都要去更新。对，又要重新办一次，超级麻烦。为什么这么麻烦？嗯。要全部
要全部去更新一次，没错。这些没有帮你一起更换吗？怎么可能？对呀、啊，以民主怎么可能帮我们的银行啊什么都帮我们用？要自己更新，对，全部都要自己更新。没用到的就不用换了。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要换。卡妹变卡弟。对，好像有些人就是从男生变成女生，女生变成男生那种人，他们的姓名要改的时候，听说身份证也要改。身份，对，身份证字号全部都是重新，都是重，就是新的号码。谢谢青云送我好想赢，晚照认证的是不是又要改？对呀、啊，很麻烦呢、欸。我也忘记不知道哪个网站是用居留证号登入的。这里说健保卡加上这类的跟公家器官有关的可以一起更动，应该是不行哦，因为卡片上还是写我的旧的居留证字号，嗯，所以还是要去那边对换新的卡片。对，变性连身份证字号都会改，对，没错，就是从1号变成2号，2号变成1号，然后号码好像也是重新。卡妹ちゃん家にいますよ。本当めんどくさくない？嫌なんだけど、もうめんどくさすぎる。而且听说，就是因为卡妹现在身份居留证字号变成不同的。所以银行那边也不一定会，他们的就是公司的薪水不一定，好像现在不太能用的样子，嗯，就是公司没办法把他的薪水寄到他们的银行，卡妹的银行账户，めんどくせえなって思うけど、まあでも仕方ないよねって感じ。跳过牛奶皮肤应该不错。可我把红包按掉了，我也是。谢谢冠宇的红包，但我没，我按掉了。对，难怪他没有请我吃饭。可是他已经买那个 iPhone 了。谢谢陆克的红包，他已经买 iPhone AirPods。壳，手机壳，然后 AirPods 的壳好像都买了。他现在多有钱，多有钱啊，真的很羡慕。你要去肥皂洗一下吗？应该不会痛的。其实现在还是痛，是不是因为我泡牛奶所以才会痛？谢谢哥家的红包，新年快乐。好，我现在改成粉丝团，我要送给你们红包。恭喜恭喜恭喜你！卡妹买 AirPods Pro 吗？哦，这个我就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卡妹是买 iPhone 的 Pro， 我好像是13还是12的 Pro， 超羡慕的。等等，好，我给你们红包。我现在有3000的红包，哎，很酷。不是，3000是本来就有，现在是有2022的红包。好，我要送你们567，嘿 ，yes， 还是以后我们送礼物可以找卡妹报账。谢谢 YU 加入我一个月的粉丝团。耶、yeah, ！谢谢哥酱。哦，现在好多红包。耶、yeah, ！谢谢呼呼猫。哦，红包红包。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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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因为现在一堆烂花红包，所以开粉丝团。
不行，不然因为很这么多人加入我粉丝团，结果什么福利都没有，不太好，不好意思。结果大家想到什么福利啊？对，我还没看大家的 IG 留言，我等等去看。真的辣椒那么辣，剩下的就不要了。对呀、啊，真的很难过，没想到辣椒那么辣。谢谢卢卡的红包，不客气。有好像还，我可以再送你们一包。三二一，会，会。Yes。谢谢大家的红包，谢谢大家跟卢卡的红包，不客气。哎，又有红包。さわやかな日曜を降り注ぐ太陽を It's beautiful. ルカちゃん、今年はパン屋の免許取りに挑戦してみたら？あ、パン屋の免許取り？で、パンは私あんまり作った覚えがない。うちオーブンないんだよね。オーブントースターはあるんだけど。你还没到手的时候，红包就出来了。哦，对不起。我没有想我们跟你们有那个 look。我查到39好友。Beautiful さんって台湾でも有名なの？多分有名じゃない、どうなんだろうね。日本語じゃないと思う。雷军年代的歌。Beautiful Sunday。今日はスパスパスパ素晴らしいサンデー。で、这个蛮久的，这首歌是真的是老歌，可是今天不是礼拜天。哎呀，谢谢陈大生的红包哦！不要贴图哦。啊，盆踊りの定番曲なのこれ。え、知らない。谢谢 YU 的红包。呼呼。谢谢 YU。不是啊，我怎么知道？这有日文版的，对，原版是英文，日文版是，对，有人翻的，有人翻唱的。上次的贴图让我笑好久。今天开到10:30吧，对，一个半小时。哎呀，我想一下。啊，对对对对，我要讲那个自由时报的那件事情。前几天呢，我们的经纪姐姐在我们的经纪姐姐跟我们外国成员说，他们会对，今天姐姐跟我们说，请告诉我们过年都怎么过，然后有什么比较，过年期间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事情，能不能分享？这样，对，反正就是他说他会投稿，所以，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就想一下，他说可以。可以投稿，也可以不用投稿，反正到时候那边的自由时报人他们会就是看我们的东西，然后就是对。所以这样的新闻，
超棒的标题就能看到，因为在地的不用问。没错，反正就是我一开始想说，我应该要投稿吗？但是有点，就是有点懒，懒惰。但是后来就真的有投稿。你的名字直接在标题，我的名字直接在标题，对，我这个我有点吓到，所以我要感谢自由时报。大家传完赞直接出现 Luca 的照片，妈，我上新闻了。对啊，真的幸好有投稿。你应该说练音乐剧，所以 Luca 这礼拜都是开两小时吗？一个半小时啊。奇怪，我应该是开到十点多才对，对不起，我讲错了。前讲投稿してたはず。ミレちゃんも前ちゃんも投稿してたけど、だからそれが使われるか使われないかはその向こうの新聞社が決めるから、そう。で新聞社が私たちがこういうことしますっていうなんか文章を見て、まあどれを使うかなとか混ぜ混ぜにしたり、まあ元々の文章長いから切ったりみたいな。で最終的にできたのがあれ。我朋友看到直接传给我看，那照片挑得很好看。你刚刚四十分开，对。小琴过年跟林一回宜兰，对我这个我有点吓到。谢谢陆克送我好响应，反正就是好像我们外籍成员五个人都有投稿，对。然后我也没想到我的是第一个，超级开心。但是我原本说，我今年会跟卡妈跟啊不是卡妈，跟卡妹在家跟卡妹在家里乖乖过，可是好像被改掉，改掉就是把卡妹那边删掉，所以看起来很像我只有在我一个人过。那照片是你选的吗？对，是我给他们的。应该是新闻公司那边改的。说，卡妹曝光度到，感觉特别孤单。对，而且发现新闻公司都很喜欢用"很崩溃"这个字。对，我还有说我过年会吃卡妈从日本寄过来的零食，然后那边也就是被 cut， 变成我在过年一个人吃零食。公司知道卡妹不陪卢卡哦，也有可能哦。对，卢卡之前直播真的啊，对啊，确实崩溃啊，对，没错。那。只剩下零食，女团成员居然这样过年，看到那个零食就知道这几天发生的事。对，然后我那时候还有投稿，是我们二月三号有结份，结份就是撒豆子的日子。对，所以我那个照片才拿那个。撒豆子的那个东西，可是那篇好像被，对，好像也被剪掉，所以才是那个照片。对，我手上那个不是零食，是豆子，结份的时候用的豆子。女团成员过年只有这个零食陪伴。なんか2000今年の過年はそのね節分の日と被ってるから台湾でも日本のなんだろう日本の文化というか台湾でも豆まきしたりね日本のそのそういう文化を日本の文化日本のイベントをやってますみたいなことをね書いたんだけど普通にカットされてたっていう。
对对，为什么要撒豆子？就是オニバーソト，要攻击那些坏坏的鬼。可以去查啦，对，我不太会解释。对对对，没错没错，秋日红讲的那个，对啊，所以才变成图文不符。節分のこと全く書いてなかったの、そう。だから豆の写真持ってるのはそういう理由なんだよね、本当はね。ただだけどカットされてるから、ただ豆持ってる女っていう、ただ豆持ってる女になってしまった。请自行 Google， 搞不好有两个意思。对，去年直播有，对，去年直播我有撒，可是那时候我们家台湾因为没有卖那个豆子，所以我们只能用花生代替花生，也不是代替花生，代替豆子用花生。跟相扑选手撒盐巴差不多，对，你不是当鬼吗？去年直播被撒一脸，等下撒花生，撒完还找不到，对，还在地上捡半天。哇，你们都记得哦，好厉害，你们都记得去年的事情。撒米豆子的话可以吗？什么？那是什么东东？我只想吃恵方巻き。今年是北北西为北，恵方巻き哦，我不一定会吃哎、欸。人闹的晚安，先吃自己岁数的数量，好像是自己岁数加一颗，就是要吃的东西。可爱的罚款，对，还会说花生能吃几颗才不会吃太多。卢卡会做吗？如果有鸡蛋，如果可以买到鸡蛋的话，我会做，应该是。对呀、啊，现在买不到鸡蛋，为什么买不到鸡蛋？我也不懂。后来船底下几颗被碰奖吃掉，那我要吃几颗呢？列谷要吃几颗呢？四十几个，直接吃大吧。对，好像就是虚岁吗？好像是因为吃，希望明年也可以过得很好，所以才会吃现在的年纪加一岁。迷豆只是炭治郎的妹妹，欸，我没看鬼灭，对不起。美军吃花生会吃到流鼻血，才事实吗？鸡蛋我家有来我家做，鸡蛋小事我现在外送。没有啊，他没有四十几啊，我开玩笑。这几天才菜市场上班才买得到。会吃到嘴破流鼻血，我可以分天吃吗？雷军可能买两公斤够，对啊，他一直杀，一直杀，杀不完，分两个月吃，直接喝花生汤。金门目前不太缺蛋，是哦，这么好，为什么现在台湾缺蛋？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涨价吗？还是因为过年的关系？他要什么可能要用呼哎呀，过年的关系哦，好哦，是因为你们的年菜都会用到蛋吗？好，你们的年菜好像几乎都是用炒的，对不对？用炒的或是煮的，嗯。我外国说因为太冷，鸡生不出来。哦，是这样吗？高雄没缺蛋，这么好。高雄现在很冷吗？我这边昨天超冷的，今天还好。
太冷或太热，鸡都会生不出来。原来如此，疫情蛋需求下降，没有养新的蛋鸡，所以现在需求上升跟不上。原来如此，年菜好像很少用蛋哦，是哦，乌蛋倒是用到不少，做料理大多数不是炒就是煮，没错。ホクホク性ビビエ、ビビエってなんだろうね。え、違う、ビビエじゃねえ、ビホクっていうのこれ。ごめんなさい、日本語がわからない。ホクホク性ビホクで合ってますか。糟糕的我的日文。ルカ好、晚安。蛋也是很必须的食材、什么都可以加。あ、鸟蛋喔、不是乌蛋。ルカちゃん来金門过节分。あ、美北で合ってる。乌蛋是皮蛋。え、あれ？我以为是那个小小的蛋。小小的蛋、那个叫什么？ウズラの卵的中文。乌蛋听起来好像是无顾忌的蛋。啊，那是鸟的啊，哦，那是鸟哦。嗯，就是盐，不是盐酥鸡，那个叫什么？哦，我不会念啦哟。鸡也是鸟，就是对呀，鸡也是鸟啊。なんて言うんだっけあれ。我突然忘记有一个台湾料理，就是一开始篮子里面加猪肉啊，鸟就是鸡，猪肉啊，高丽菜啊，白菜啊，丸子面，然后店员帮我去泡的那个，那个台湾料理叫什么？啊，对，卤味，卤味，对不起，卤味，对对，卤味不是有那个小小颗的蛋吗？那个也叫鸟蛋吗？啊，待ってね。調べた、北西微生らしい。あ、微北か。あ、微北であったのね。オッケー、オッケー。想起上次忘记说，上次直播是卢卡第300次直播，耶！所以那个就是鸟蛋。昨日は今卵が貴重だと言った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ね、私も卵買えないもん今全然。鹌鹑蛋，鹌鹑，鹌鹑，怎么有点好耳熟哦？魔法咪噜咪噜的雅西奇的，雅西奇的那个。跟雅西西一起住的女生叫鹌鹑。鸟蛋，好，原来是鸟蛋，那我一直把它念成乌蛋，我现在才发现。日高鹌鹑。卡卡伊的新的中国歌在哪点那边？我刚刚打，没有人理我。鹌鹑蛋，你的联想力真好。鹌鹑，因为日本有个女生名字叫鹌鹑，那个鹌鹑って言ったらどうしてもそっちになっちゃう。羊祖でいいのかな。只有ルカ懂我，所以我是ポン ちゃん的羊祖かな。嗯，雅西奇的羊族。哎呀，我蛮喜欢那个鸟蛋，很好吃。哎呀，又不四族吗？饲料的饲，中文好难哦，一堆汉字我都不会念。四族呢 ？OK。台湾没有讲羊族 ，OK， 四族，所
所以我是碰奖的四组。嗯嗯，主人啦，对，主人就好，安存。雅西奇的主人就是安存，对。然后咪鲁的主人叫南风，对。所以主人的音调开的是什么的？什么的？突然想不到那个主人的单字。卢卡养我。他的主人是鹦鹉。讲十足很像养鸡牛的那种。主人，你的餐点来了。卢凯学过中音符号吗？有，我拼音跟中音都有学过。卢凯主人，请问有什么？Why Taiwanese people? Why？ 节目色。节目同学。我以前我房间有魔法咪噜咪噜的那个漫画，啊，超多。但后来发现，比起日本男生，台湾男生比较了解魔法咪噜咪噜。今天卢卡打字是用注音，用注音。卢卡要念不要？咪噜的碰。陆凯现在觉得头好痛，中文好难。对呀，你们教我，你们就算教我单字，但是都是因为文章，我没办法念。我们不挑卡通看的，对，台湾男生很好。日本男生都会挑那个卡通，他都说没有粉蜜露蜜露，那都是女生看的东西，我才不会看那种。的那种不喜欢，你要学什么方面的？可是剧情忘光，都是安淳跟南风在抢节目社啊，然后最后节目社跟南风在一起，我只看女生看的，是这样吗？那个屁拳太有料。还是我以后 level 胆难一点，给你学中文不行。台湾有的看就看，芝麻看吧。我都挑女生看的我才看，像是《骷髅魔法史》之类的，《骷髅魔法史》其实我忘记剧情，我真的有点忘记，我只记得他们是收卡片，对，就是因为。好像是因为主角不小心把不能打开的东西打开，然后卡片就飞走，哇！然后就收集。我们基本是电视播什么就看什么，因为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台湾播的东西太少了，挑女生看的才跟女生有话题，笨笨。没有，我们日本的小孩子就是男生就喜欢跟男生聊天。他们会嫌弃跟女生聊天，真的很笨。我相信台湾男生不会这样的。嗯，美少女战士都是跟我姐一起看，还是传新年祝福给你。我都看哈特利，男生女生都可以看。之后请日本男生请我一招青椒超人。小时候住院的那时候，我连 Hello Kitty 都看得下去。剧场版不好看吗？日本有人看海绵宝宝吗？很少。有是有。欸，太郎さん、スポンジボブ見てました？ルカ有什么虎年的吉祥话？虎吉虎利。啊，我也有看珍珠美人鱼，我都是悠游 TV 看的，我不会看日文版。卡片还很乖，一次只有一张作乱。啊，对耶，现在对，对，每一次就是只有一张哇，然后收集。我还要看《我爱美乐蒂》哦，那个，
美乐，我不喜欢美乐蒂啊，我喜欢美乐蒂，但是我不喜欢卡通的美乐蒂。知识就是力量，还好我把 Lepo 都做成影片，卢卡应该看得懂哦。谢谢谢谢，我要感谢，影片超好笑的。对，我其实很想分享，但是因为你是粉丝，所以没办法。对，但是我有看，我有看，超级用心。到今天谢谢卢卡，我要走开了。卢克的。啊，枯落的剧场版就是剧情的问题。所以那个日本の人あんまり、そう、スポンジボブ見てる人少ないと思う。私も見てない。わい、わ、わお、游戏，神动漫。对，子供のおもちゃ本当に面白い。わお、游戏其实我是长大之后才看的，超级好看。太郎怎么讲的？他不会回来一样。对，沙男，七彩微风，我会唱，我是可以唱啊。七彩的微风，美乐蒂腹黑，真的，我也比较喜欢骷髅米。我小时候太聪明，爸爸叫我看海绵宝宝，降低一点智商。啊，そうか、最近日本男性の話じゃない。いや、あのね、台湾の。今気づいたことがあって、台湾の男性っていうか男の子はさ、子供の頃から女の子が見るようなアニメを見てるので、なぜかっていうと、テレビでやってるアニメが本当に限られてたから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のね。そうだから、その女の子が見るようなピチピチピチだったり、見るまでポンだったり、そういうのも、そういう話題も話せるんだけど、私が通ってた日本人学校の男子は本当にみんな男の子が見るようなアニメの話しかしてなかったな。そのデュエルマスターズとか、あ、デュエルモンスターズかな、ヨーシーワンとか、まあ、ポケモンとかカービィとか、まあ、カービィは私も見てたけど、あとはあのコロコロ系ね。可是卢卡手机可是美乐蒂，以前的啦，以前美乐蒂是可爱，只是我不喜欢那个动漫。以前无法理解玩偶游戏到底哪里好看，哎，超好看的，可以去补档。OP 跟 ED 都蛮好听，真的。我都忘记珍珠美人鱼的剧情，珍珠美人鱼的剧情我也忘记了。对，电视播什么都会看什么。哈姆太郎要11点见吗？啊，不是哈姆太郎，是哈哈太郎要11点见。我觉得台湾版的珍珠美人鱼的那个声优唱的比较好听。寻找蔓越，我看漫画。玩我游戏超乱，动漫超乱。秋元看的小红豆，欸，跟你们说，我小红豆，我房间漫画全部都有。小红豆的漫画真的好看，动漫我不喜欢，啊，动画我不喜欢，漫画好看。唱歌打坏人。SpongeBob 台湾的市場とかでよく見る。そう，台湾の子はみんな SpongeBob 見てきて育ってると思う。まあ、見ない子もいるけど。あれ見てると頭おかしくなりそうだから私見てないんだよね。珍珠美人鱼就是海斗的哥哥，古代人两个剧情。小红豆真漫画真的好看，而且我以前漫画只有一到四，然后小红豆的，那你带过港？五感ってなんて言うんだろう。で、小紅豆五。五我一直都買不到。然后我一直去、那个、书店问有没有小紅豆的五。他们说早就绝版了。然后一直都没有买到。可是好像2018年的时候、他们就是重刷。所以小紅豆又有卖新的。所以我后来就可以买。对，我买日文的。中文日文的，
そう、なんかね、あずきちゃんの漫画をずっと1巻から4巻まで持ってたんだけど、5巻がずっと見つからなくて、で本屋さんに行ってももうとっくになくなってますって言われたんだけど、2018年になんか仲良しの何周年でなんか復刻みたいな感じで新しく、そう、あずきあずきちゃんのあずきちゃんシリーズがねまた出てきて、そう、ようやく最終話を読み終えたっていう。谢谢我也送的香槟。哎，对，后来那个小红豆跟小红豆跟永植柱在一起，然后结婚了。他们好像18岁就结婚了的样子。有看过《步步恰恰》？あずきちゃん知らない？そっか、でも台湾ではやってたけど、そう、日本いっぱいアニメあるからさ、ね。可是我忘记《步步恰恰》的剧情。台湾买日文的不会很贵吗？是蛮贵的，但是我就是必须，我就是想看，想知道小红豆的结局。对，我从小到现在一直都没办法知道，无法知道小红豆的结局。2018年的时候终于知道，还是2019年，有点忘记了。被卢卡爆雷了。あずきちゃんって原作秋元康さんの。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あのアニメはおすすめしないけど、漫画は面白いです。ブーブーチャチャ有剧情吗？我也只记得他的歌。对啊，我也是。永植柱出国的时候小红都有交一个男友。对，没错。可是后来他们分，永植柱又回来，然后他跟那个男朋友分手了，然后他国三的时候小红豆一直都是单身，但是永植柱他又要去美国，对，然后好像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个在一起还是结婚，然后生双胞胎。婴儿跟像车子的狗那个吗？对，小红豆太渣了。没有，还好还好，我觉得还好。我只剩草莓百分百补完，还没过半年，我记忆还很深刻。我也是。哎、欸，草莓百分百也蛮好看的，只是剧情，虽然可能有时候觉得剧情就是进行的有点太慢，就是哎、欸，是不是快在一起？哦，没有，快在一起又没有，哦，是不是没有？然后就是，嗯。普利普利记奖好像是新的，我没看过。永植柱好有钱，对。步步恰恰不就是一个小孩跟一台玩具车 ？Kuro 奖我知道，可是我忘记你 Kuro 奖，我忘记也是有点忘记剧情。草莓百分百不认同结局，男主渣男。我是国中看的《忘光光》，东城派，我大南军的站出来，背后怎么没人？九代，你这个萝莉控。可是如果小时候看的话，如果我是男生，说不定我也是男派，对，就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哦，西野的个性是多好的。Q 罗是哪个大嘴鸟啊？北军哦，北也可以。对，背后一堆警察。什么是莫西卡斯特拉？呢？如果小时候看《草莓百分百》，我说不定会觉得西野的个性感觉不太好。东城才是最棒，东城我可以理解。小孩才选择我，每次我都要，东西南北我都要。嗯，那虽然我是喜欢西野，但是如果是我是男生的话，我说不定会选北。东城也很可爱。
对不对？可是他太内向了，我不一嗯，那得了呢。我写卢卡，谢谢。因为我是女生嘛，所以我可以理解东城的想法。嗯，卢卡选北应该是，就是如果我是男生，我可能无法拒绝北。北太积极了，北太主动了。卢卡不是选西吗？没有，如果我是男生的话，对，怎么又变了？嗯，其他军好多人，我还是去南好了。那我干了，有那可是，那怎么呢？我是女生的话，我选西，哦，我选西；我是男生的话，我选北。北是真的有点可怜。如果我是北，我真的会觉得我很可怜。卡妹应该没看，卡妹没看过。卢卡变心，为什么有这差别呢？因为男生的想法跟女生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可是我是女生，我是可以理解东的想法。因为如果我在想，如果我是我喜欢这个男生，我的行动是哪一个？我一定是跟东城一样，我没办法变成西野那样，绝对没办法。北，嗯，滴滴选哪里都不对，只好东西南北。我决定要去补个草莓百分百，你可以看到最后，一开始可能就觉得。嗯，一开始可能觉得还好，后面才有那个剧情。那你怎么知道男生的想法？就是嗯，那点没得呢，有一种，就是很多事情我们讲的，对男生才知道为什么他在生气，为什么女生在生气，为什么女生在难过。东城感觉会就是有一种，嗯，可能发生不开心的事情，感觉他不会跟男生讲，说就是有一种我什么都不讲，你应该懂我为什么在难过吧的那种感觉。北是因为可怜他吗？卢卡，等一下，先不要爆雷，我没有爆雷。对他太晚出场，这什么微妙的表情？看着你醒了，有没有多久？啊，那そうなるとまた違うよね。結婚するならみたいな。卢卡的巨人论其实是一开头的那个，我是完全不懂，拜托讲出来的。对，可是感觉北跟西啊西一定会讲出来，就是。因为男生都是傻傻的嘛，有时候女生不开心，男生都没办法知道。对，跟西野跟他的那个北口吉，西野跟北应该会直接讲的那种，生气的时候一定说我没生气的那种。对啊，东城应该会这样，我没生气啊，我就傻。那妈妈妈妈，所以请直接跟我说，你在那时候在哪买的卡？以后卢卡生气要直接说出来吗？我其实，我生气的时候吗？不知道欸，我在直播间的时候会表现出来的，就不会说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在生气吗？这样应该不会这样讲，
还是我曾经有讲过吗？那卢卡的个性是哪一边？我的个性不像西野，对，西野就是女生会崇敬 女生的理想型，对。我记得草莓百分百是女生画的，女生做的，对不对？卢卡生气不讲话，只有我能骂甜甜圈，生气直接半人。卢卡脸臭直接看得出来，男生直来直往，杰哥要看直接说让我看看，有什么不开心我可以直接说，不喜欢用猜的。哎，我会吗？青雨很懂哦，有啊，青雨有经验。那时候的我应该是东城，对，嗯。我觉得我的个性比较像单纯。好啦，没事。对，不小心太融入草莓百分百的世界。青鱼很懂哦。对，他是自作自受。还快两个小时哎。不过那很明显，对啊，很明显吧，对不对？再撑十分钟也是可以。有一次路考说：“难道你看不出来我为什么在生气吗？”那时候可能有时候真的因为是公开的地方嘛，我不敢讲出来。对，不说的确也知道。あっという間ね。それも私基本。言うと思うよ、怒った時。あ、でもどうだろうね。但是如果是男朋友的话，不一定。我基本上生气的时候会直接讲。可是，在男朋友或是老公面前，我不一定会表现，因为我怕对方，我生气对方会讨厌我。卢卡会笑笑的扮人，拜拜。ルカちゃん彼氏には意外と言えないと思う。そうな、多分そうだと思う。なんか嫌われるのが怖いっていう。ルカ最近有看杰哥去上班不要看演戏吗？男朋友会怎么对他？直接开骂。我比较是对方直接讲不用猜。啊，比较希望对方直接讲。男孩都不对我们表现出来，懂了。向こうで泣き出すタイプと予想。あーやだ、でもそういう女にはなりたくない。そういう女にはなりたくないのよ、もう。那在排球的时候就觉得不妙。好日本女生的个性，难怪都不对我生气。你这样都不说，对方也很难知道你为什么不满意。对，我也不想变成这样的女人，就是明明生气，很生气，但是却没办法讲出来，然后什么都不讲，直接流眼泪的那种。对，我也不想变成这种女生。对，直男男友脸怎么那么丑？是那个男人吗？要不要喝点温开水？应该会直接被揍。不要再对我生气，我才发现我其实不是 M。卢卡蛮少对甜甜圈生气，除了点点点，一言不合就开哭，生气还在笑的那种最恐怖了，真的。我是不会这样的，放心。为什么生气？你今天晚上不是说晚安？你平常晚上都会跟我说啊，我爱你，结果今天说爱你。意味が分からない。ちょっと待って。我刚刚到底在讲什么？我爱你跟爱你到底差在哪里？好像没什么差哦。晚安跟晚安安差在哪里？你们对，对不起，我刚刚我自己也不懂我到底在讲什么，是不是不爱我了？还是说，杀了我正确？平常都跟我说我爱你，今天说我喜欢你。我爱你的你居然不是打女字旁的你。啊，
绝对不想变成这种女人。是不是不爱我了？你就去找你外面那个情人就好，不用管我。平常直播都第一个跟我说好想你，今天是第二个说。可是平常跟我说好想你的，好像也只有两个。今天少了一个爱心。加晚安安比较可爱，那打中文跟日文的差异呢？女孩子好像偶尔缺乏安全感。安全感的时候会这样，可是这个就太夸张。平常你都填300张，这次居然只填100张。只要两个，不是只要两个，只有两个吧？就他们两个啊。看那个雷军的补胆就知道了。平常谁会跟我说好想你？我每天都没有停止想你。我想说我也讲。我想说我也讲想你就太多，平常你的限动都是我，现在你的限动好多其他成员啊、哦，这个有时候会在意啦，对，虽然我不会直接跟你们讲，你上次填100张怎么只有这次怎么只有90？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我随时都会想你，不但都会听到。平常你都丢火箭，今天居然只有枫叶，没有这种人的。今天也超想露卡的，是真的真的喜欢你，不是假的假的喜欢你。露卡看到现在都默默流泪，名字后面跑出别的符号呢？原本没有，突然跑出别的符号吗？会在意吧？想说卢卡的应该 不可能是我啊，说想卢卡的应该不对，不是你。你看，大家看雷军的补胆就知道了。看没，就是看谁跟我说好想你。卢卡有看到现动都好开心，该点歌好想你。我没有跑出别的符号，都跑出，这个可以。偷偷改名去其他台的呢？这个我都有知道哦，你们不要以为我都没看到。没事，海豚是我。好啦，就今天就这样吧，不小心聊太多了。下次直播是2月3号，找一下。好嘞，好了，拜拜。刘佳，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贝果啊，贝果可以。结果是这话题收尾。哦，有红包，谢谢陆克的红包。Yes， 我运气最佳。谢谢 Legun 的红包，新年快乐！三体不是我只能用听。谢谢 Legun 的红包，三体不舒服，哦，辛苦了，辛苦了，好好休息哦。你要相信我，现在还是粉丝团吗？好像是哦。等一下哦，我抢完这包就改回来。对，现在好像是粉丝团。嗯嗯。嗯，对呢，对 ，OK， 没关系，没有要丢。你的手好了吗？现在好很多了。对，但是如果我再摸这个牛奶，可能会痛痛的。粉丝团33个人，开心。可以喝牛奶，喝啊，嗯，谢谢送我好想赢。哎、欸，其实今天收益也很多哎、欸，6万，谢
谢谢送我好想赢。虽然前几天是因为前几天太多，但是今天其实也很多。给我喝就好。刘家的手的味道，刘家的手指味。怎么这么多好想赢？原来这不是浪花的礼物，是浪花的礼物吗？嗯，星云，我看一下今天有谁？陈南生，好多哦，怎么这么多？这是什么会员票吗？我好想赢。我是真的真的好想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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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真的好想赢，不是真的真的好想赢，好想赢，好想赢。没事哦，原来是活动。我要赢，我好想赢，我也不知道我想赢什么。好多，没关系。等等，今天的唱歌原来是这个。今天有谁呢？乖鱼跟小白兔哈。你好有创意，我用浪花加了粉丝团，哇！欸，超多好想赢哦，好想赢哦。配信ありがとう，おやすみなさい，また来てね。欢迎再来看我直播。谢谢米酒加入我的粉丝团。到底多久才会跑完？我也不知道哎、欸，我也不知道，心配内伤。哇哦，哇哦，北极熊呢？可爱的北极熊在哪里呢？现在看不到留言了，对不起。北极熊 ，YU 博成浦江。哎，话说二月，现在什么公园什么都没有了吗？早知道我直接报名那个慢跑。我原本想说二月。我去年想报名二月的场，可是想说这个月有握手会还有公演，然后我就没有报名了。慢跑，对，这时候去慢跑，对啊，半马啊什么的。哎呀，因为我也不知道 TP 什么之后什么时候有活动，所以我也不能随便报名，因为报名费也不是免费的。OK， 好，今天的第十名是姑江，谢谢姑江。第九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八名是 YU， 谢谢 YU。第七名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第六名是陈纳森，谢谢陈纳森。第五名是 Leg， 谢谢 Leg。第四名是不挡不到，谢谢小白兔。第三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二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然后第一名是盛源，谢谢。ありがとう。我好想赢。哎，变成会员票了。
耶，辛苦了辛苦了，哈哈哈，哎，今天播两个小时，那我下次应该，我明二月三号，我播一个小时就好了。ありがとう。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またね。晚安。バイバイ。对。我刚刚直接被卢卡的头发盖住了。啊！我差点把牛奶打翻，超可怕的。我最近一直都在吃卡妈寄给我们的零食，对，那个零食我已经吃到一半了，超可怕！我跑出一个熊抱，这么好，又差点事故，没呀，晚安，晚安。对，已经吃一半了，超快。只是现在比较麻烦，就是垃圾没办法去倒。嗯，我们好像二月五号才可以丢。嗯，好了，拜拜，晚安，またね。これ終わるまで待たなくていいよね。应该不用等到特效没了吧？应该不用，好。